始めたきっかけを教えてください。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2015年秋冬的趋势会有些什么？就是可以结合一些品牌的单品，或者是秋冬的一些功能。秋冬的趋势会有些什么？就是可以结合一些品牌的单品，或者是秋冬的一些风格。2015年の秋冬。あ、ファッションに関しても、映画に関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ど、はい。刚刚上映了你拍的近。やばー、おじいさんすごいね。すごーい。しゅんちゃん、なんか言って。アラサヘニー。 Oh, please, don't take all my photos at once. Oh, these bitches. Motherfuckers. The girls love Kiko! Kiko! Hey! 放送，放送。那这一位就是 Nicola， 来欢迎水原希子小姐和 Nicola 先生，有请两位。代言我们上海热情的观众给到两位。 Say hello to everyone. Hi guys, my name is Nicola Formichetti and I'm happy to be here. That was a great show, so thank. I'm very happy that we're here. 很高兴来到上海，阿拉桑中国以后，希望更多中国的朋友也能够大家一起走进这一本装着无数时尚内容的杂志当中，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好吗？因为在 Thank you， 谢谢谢谢 ，Please back to your seat。Let's go.